太古之初，有奇兽食人，亦可伤民。人族先民上观星辰，下取五木，凡柴月兽铸金为刃，屠奇兽诛异客，乃至大理以钦天为鉴，设天监、天界、天诛、天命四司，检查天地异象，以护人族荣昌，保万民安乐。火星冲日，荧惑守心，贪狼星动，天宇起始。像是藏着失踪少女的落花塔中毒蛇混杂，无伤翻疗多聚集于此。如果要想将拐走的少女运出城外，此处最佳。再有一个月就是陛下寿辰了，若到时候咱们还破不了这失踪少女案，咱俩这脑袋怕是就危险了。一个月，那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惨遭毒手。半个月内，这个案子必须有结果。半个月？你说的倒轻巧。安静。这与我们一定有错，救人。此物名为山魈，又名鬼狒狒。《山海经》海内经卷记载，有干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蛮者见人笑亦笑。而抱朴子亦云，魈毒足相后，夜袭犯人，居于山中，凶猛残暴。糟糕！
这屋里什么味儿啊？童姐姐，童姐姐，帮我检查一下此人。没问题。所以你的意思是，他是故意将山魈引到身边的？魑魅草是一种通过模仿动物异性发情的气味，来捕食动物的奇花。而这块相思十里香，是用魑魅草的花瓣，加入山魈的毛发制成，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对人无效，但对发情期的山魈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等他醒来，一审便知。厉害啊，真厉害！别光顾着喝呀，说清楚，到底什么厉害啊？你们自己看吧。我没打那么狠呀，他怎么看起来像快死了似的？他的确快死了。这世间竟有蓝色的血？很多远古深海动物的血液都是蓝色的，比如后虫。难道他不是人？正因为他是人，无法使用这种血液，所以才快死了。所幸血髓未发生任何异变，尚且有救。而且这还不是最神奇的，因为一个人只要活着，他的骨龄就会不断变化，就算是被冰封也阻止不了骨龄的增长。而此人的骨龄却在将近4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他整整失去了4年的时间。你的意思是他失去了4年的记忆？准确的说是，此人被从时间的长河中抹去了4年。怎么可能？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哎，换上换上。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一寸金。停，你就不能换一首风花雪月的吗？可是陛下吩咐我。陛下，陛下。又是陛下，这是侯府，不是皇宫。本侯整天吃喝玩乐的，不辛苦吗？这大晚上的，还不让本侯放松放松？侯爷，这个下人们抓了一只鸽子，一会儿让后厨炖了，给您补补身子。哎，慢着。怎么了？这可是童爷的纯训鸟。啊？百草庐小酌。这童爷最近不是在拯救失踪少女吗？竟然有空请我明日小酌。快把我珍藏的那罐猴儿酒备上。那些失踪少女真不关我的事儿啊。童爷，小白，咱们可是一块儿从小玩到大的呀，我什么人品你们还不清楚吗？登徒子色猴子。好吧，我承认我好色，花心，见一个爱一个。但我追求姑娘可都是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这当然了，那有的时候我也会用那么一点银子作为助力。但我堂堂安乐侯，我怎么会下作到去绑架姑娘呢？这可就犯法了呀，童爷，你可要相信我呀。行了，别嚎了。这次叫你来不是因为这件事。哎呀。嗨，童爷，你怎么说呀？净吓唬人。说吧，今天请本侯过来，所谓何事啊？你们进来吧。嗯。侯爷，侯爷饶命！侯爷饶命！饶命！侯爷饶命！饶爷饶命啊！侯爷。你们谁啊？犯了什么事，又让本侯饶命？本侯可是一贯的奉公守法。侯爷，我们把货弄丢了，侯爷饶命啊！侯爷饶命啊！货？什么货？本侯可是越听越糊涂了。
红颜眼里可不揉沙子。你们要是真犯了什么法，本侯也护不住你。在这儿，你们得喊童爷饶命，是吧，童爷？是啊。等，买卖山魈，走私异兽，致人伤亡。你说说，你从小到大给我惹过多少麻烦？这次真的是事出有因，我都是为了陛下大寿啊。我说你这货就不能让我们省点心吗？干嘛老跟我们钦天监过不去啊？错了，我也没想到这么点事还能惊动您啊。这样，我亲自设宴给诸位赔罪，这总行了吧？童姐姐，人醒了，过来认人。又是谁啊？走。你怎么把人绑成这样了？刚刚童姐姐又不在，人家一个弱女子，又不会武功，当然得小心点嘛。见过吗？哼，这种粗人，我怎么可能认识？你们一伙的？不是，我们老三已经被山魈给杀了。虽然不是一伙的，但是这位壮士我们确实见过。啊，对。他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们还在城外一起喝酒来着，确实见过。什么时候的事？就在两天前。老二啊，这马都拴好了吗？哎，拴好了。小二，哎，长官，这次的货主出手阔绰，还能走动城防关系，把这玩意儿弄进城，来头肯定不小吧？安乐侯，听过吗？家传丹书铁券，就连每年大理皇帝的寿宴都在这安乐侯府办，你说这来头大不大啊？哎呀，大。刘客官，小二，这桌算我请。好嘞。几位客爷，有道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在下初来圣都，刚刚听闻你们口中的这位安乐侯手眼通天，不知他是哪路神仙，竟有这样的面子。不是我认识你吗？你是干嘛的呀？啊？几位不必多心，在下也是行商出身，平素也做些下面的买卖生意，这初来圣都当然也是想结交些新的朋友。来，来，哼，了解的还挺全面。一派胡言！两天前，在下尚在塞外，如何与你们在城外饮酒？小人说的句句属实。句句属实，这位壮士确实与我们有一面之缘。小子可不敢隐瞒啊！你们是什么人？胆敢拘禁神策军军官，就不怕朝廷问罪吗？朝廷？瞧了，我们就是朝廷。钦天监天诛司巡天按察使童盼秋，代天巡牧黄泉特许。神策军玄武卫穷奇营直戟中郎将苏建义，参见大人。苏建义，这便是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尔等走私异兽，自己去三位司领罚吧。多谢童大人开恩，多谢童大人，谢谢童大人，多谢谢童大人。您先起来答话。诺。几天前，我在客栈听你自称是穷奇营的持戟中郎将，于是便去天策府调查了这份档案。太近了。你口中的穷奇营，早在四年前就全部阵亡。太近了。
刚刚发现吉氏，怎么就阵亡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帝都安寿坊百草庐。姑娘莫开玩笑，帝都距此几百里，在下又不会腾云驾雾，如何一夜之间翻越这千山万水？一夜？你这一夜未免也太长了。现在是雨宁十一年。雨宁，雨宁七年，十一年，已经过去四年了。这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哎，别动手动脚的，坏了规矩。在下冒犯了，还望大人海涵。只是，在下实在搞不懂，这四年怎么就过去了？在下明明记得刚刚寻得天外奇石，怎么就……天外奇石，还真是四年前的事了。四年前，天外奇石陨落大理，钦天监大祭者预言此事大有玄机，恐有大劫将至。于是钦天监协同天策府在大理全境搜索奇石，历经数月查找，却始终都未找到。而大祭酒预言的劫难也亦未发生。此事引得圣上震怒，大祭酒齐天意也因妖言惑众之罪被关入天牢。大祭酒精通玄门艺术，星象推演，不曾出错。如今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我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更何况我钦天监上上下下无时无刻不想洗刷这份耻辱。只可惜，这四年天外奇石音讯全无，这让我等无从下手。的确。奇石大如碧玺，其状如虎，通体赤红。当时发生了什么？你且细细说来。当时，哎，找到了，找到了，这就是天外奇石。快，走走走。真是，天外奇石，这可是大功一件的啊！说不定圣上会亲自下旨封赏呢。我说我最近右眼皮子怎么一直跳呢？还担心有什么祸事，没想到竟然是财神爷来了。那还等什么呢？班师回朝，走。哎，班长，上面的命令是让我们发现天外奇石。就地保护，立刻上报。不是你傻呀，这可是圣上点名要的东西，上报那不就把功劳白给钦天监那帮人吗？就是，凭什么把这等好事给那帮神棍啊？这是命令。狗屁命令。什么命令啊？搬回去。行行，别吵了。建议说的没错，朝廷的确是让咱们上报，可找到奇石那确实也是大功一件呢。咱们把他带回去了，朝廷总不可能反倒降罪于我们吧？啊，万一咱们要是能在碧山那里露个脸，那兄弟们以后的仕途岂不是也能平顺不少啊？啊！这样，咱们先把他带回营地里去，上报的事儿就交给郭将军，如何？啊，走。行，也只能这样了。好吧。听见没？带上，走啊！今天司空格外暴躁。怎么？你们在四年前就已经发现了天外奇石，那怎么朝廷给的结论却是天外奇石搜寻未果？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们在押送奇石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变故，导致你们并未将奇石送回营地，而这个变故也造成了你们穷奇营的全军覆没？这个变故八成与那块天外奇石有关。
我本以为是天外奇石，引发天地异象，时空乱序，将你从羽宁七年带到了四年后的落花榻中。然而两日前，西周商人在城外见你。但这位壮士，我们确实见过，一派胡言。你却对此毫不知情，看来此事并没有那么简单。阴谋，阴谋，一定是有个大阴谋啊！啊！照你这么说，你肯定也不记得他在落花榻里救过你了。所以这相思十里香也不是你配置的。在下手足，得罪了。粗俗！在下行武出身，哪懂得什么制香啊？这香更是闻所未闻。与客商喝酒的不是你，制香的也不是你，在落花榻的还不是你，难不成你是双生人？钦天剑中的确收藏了双生人的标本，但他并不会夺取人的时间。更逃不过时间留下的痕迹。你们钦天剑中好东西还真多，童爷，什么时候也带我长长见识。你这货，别给我打什么歪主意。哎，你这是？又有少女失踪了，东北方，安庆方，我们走。啊，涂姐姐。走了，那他怎么办啊？大人，你有钥匙在身，不用理会在下，在下自会先回天策府报道。天策府？天策府四年前就没你了，还去天策府？只是，在下并未这么，人在这还能说不清楚？你一个小小士官，又没了军籍，你能去哪儿报道？在下明明是寻得天外奇石之后就到了这里，又有何说不清的？再说，我穷锦营的兄弟们全部阵亡，这事儿也需要一个交代。还交代什么交代啊？天外奇石一案，四年前就已经结成铁案，穷锦营全部阵亡，这都写着呢，你们都看见了吗？穷锦营持戟中郎将苏建义，属下在。你身上天外奇石的线索，事关钦天剑的清誉，现在我征用你协助本官。你帮我调查天外奇石一案，我还你穷奇营兄弟一个真相，如何？严十三，谁让你进来的？淼淼姑娘。别误会，昨日你没有赴约，今日城中又传出有少女失踪，我放心不下，特意过来看看你，见你安好，我也就安心了。谁跟你约好了？自作多情。再说，有童姐姐保护我，用不着你操心。哼，油头粉面，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你俩彼此彼此吧。我和他，你可知这次失踪的是谁？问你呢，回话呀！啊，好像是兵部刘侍郎之女。大人，您一定要帮我们找到女儿啊！她才刚十六岁。我们巧云从小到大都没有吃过苦，她如今一个人，该有多害怕呀！跟前几次一样。房间里别说挣扎的痕迹了，就连第二个人存在的痕迹也没有。周围的仆人们也没有听到包括叫喊声在内的任何声音。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不见了。最近令爱可有什么异常之处？异常？那倒也没有。不过他中元节关灯回来之后，便有些魂不守舍。我们起初以为他着了凉，便给他请了郎中。郎中说他忧思过度，这问他什么他也说不出来。如今看来，
他不是中了什么邪？别胡说，煌煌圣都，圣人治下，哪来什么邪物？会不会是移形换位的异种？最近令爱身上可有什么可疑的小物件或者印记？小姐平日的衣食起居都是由我照料，这些天并未发现小姐身上多出什么小物件，服侍小姐沐浴之时也未曾见过什么奇怪的印记。不对，就算是有异种能够移形换位，大多需要一个媒介来确定方位。巧云小姐会不会是自己跑出去的？胡说，我刘家好歹也算是书香门第，巧云就算称不上是大家闺秀，但也自有知书达理，又怎会做出这种有辱门风之事？出个门而已，如何就有辱门风了？大人有所不知，我得知城里有少女失踪，便增派家丁日夜守护着我们巧云的房间，她就算想跑出去她也没这个机会呀。屋外有人值守，房门又没有被撬开的痕迹，那就只能是……这扇窗户晚上都没有上锁吗？小莲，这是怎么回事？好呀，你这个死丫头片子，你竟敢忘了关窗，害了我的女儿，你看我不打死你！住手！夫人饶命，大人，大人明鉴。省都近日频频有小姐失踪，奴婢不敢怠慢，每晚都会反复检查，确保门窗从内锁死。你到底要检查多少遍呀？最近城里好几家千金都丢了，咱家小姐生得这么花容月貌，可马虎不得。好了，时候不早了，你快去睡吧。不需要奴婢陪你一起睡吗？今晚不用你服侍了，你就踏实去睡吧。小姐，放心吧，没事的。门窗你不都检查过了吗？小姐，工部特制的工书锁，这种锁只能从房间内侧打开。哦，这几天少女失踪的案件闹得圣都沸沸扬扬的，所以我就特地托人从工部定制了这把锁。检查一下院子里的脚印。诺。这小子还蛮好用的。回禀大人，房屋未见攀爬。一个不会武功的姑娘从二楼跳下去还不惊动家丁护院，想来也是不太可能。上来吧。诺。踏指墨印。人家巧云姑娘一个文弱女子，总不能没事往房檐上站吧？你以为别人家的姑娘都跟你一样飞檐走壁如履平地啊？还真远。你家女儿真不会武功？千真万确，看一下是不是你们女儿的鞋印。相莲，如意祥云图，没错，这就是小姐的鞋印。你不会看错？我自幼便跟在小姐身边照顾小姐的衣食起居，这如意祥云图的鞋样是去年庙会上我与小姐亲自挑选的，绝不会错。所以说巧云是从房檐上离开的。大人，属下查看过，房檐未见攀爬，院中有人值守，也并无任何可疑痕迹。一楼房檐距离院墙足足有百尺，空中无处借力，而脚印又只停留在窗外的房檐上，其他地方并无发现。难不成他会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神操控，才能让那些女孩飞蛾扑火似的去接近犯人？Thank you.
车人，怎么会有我们天策府的武功？大小姐可是天珠司十二巡天暗查室中的谛听大人。佟大人，不用叫我大人了，叫我阿秋就行。阿秋，大人，随你吧，这里算是我的官署，在这儿说话应该是绝对安全。那杀手的武功路数几乎与在下一模一样。这么说，这杀手是天策府的人？没错，而且是天策府的直属精锐。这可就奇了怪了，我们钦天剑一向与天策府井水不犯河水，甚至还偶有合作，他们天策府的人干嘛对我们佟大小姐下手？会不会是由异客伪装，刻意模仿我们神策军的武功？不会，我们天珠司与钦天剑其他部司不同，需要直接与各种天外异客、远古异兽作战，所以我们被特许使用钦天剑珍藏的奇物。但由于暗查使手中的这些奇物力量过于强大，为了防止暗查使叛变或者不慎落入恶徒手中，这些奇物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无法对人使用的禁制。今日我这八门金锁对着杀手毫无预警，所以我可以肯定他是人。我们刚在刘府查到点线索，马上就有天策府的人来行刺，这动手的可是大黎军方啊。你们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这帝都少女失踪案的背后，她不是异客，也不是奇兽，而是人，任何人。你想说什么？你不是已经死了吗？白大人莫非是在羞辱在下？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那两个西周人说两天前你曾在城外与他们饮酒，而当我们再次发现你的时候，你却在落花塔。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可以自由进出圣都。你的意思是说护牌？没错，就是护牌。他在四年前就已经被确认死亡，按理说天策府应该通知户部削了他的户牌才对，既然他一个死人也能入城，那这帝都少女失踪案背后的凶手岂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混入城中？可在下实在想不起来自己是如何入城的了。不对不对，我一定是落下什么了。包裹啊！我那日从落花塔把你背走的时候，顺手拿走了你的包裹。那现在他应该在……
百草炉，他的东西都在这儿了，人家可没有乱动哦。你们在找什么呀？找到了，你究竟是什么人？小白哥哥，你带着我吗？他是苏建议啊。怎么可能？在下怎么可能是陆锦？我记得很清楚，陆锦是我的同袍，他比我要清瘦一些，为人有些冲动，遇事爱钻牛角尖，这些事在下记得一清二楚啊。就算你记得很清楚，那也只能证明你有苏建义的记忆，不代表你就是苏建义本人，也有可能是苏建义的记忆装进了你这个陆锦的这个身体。我到底是谁？陆锦，苏建义。行了，就别逗他了。哦，逗我？青州行商陆锦，这张户牌是商牌，你的那个同袍陆锦应该是军籍才对，虽然两个人的名字一样，的确值得让人深究，但至少应该不是同一个人。那为何这户牌上所描述的相貌与在下完全一致？这样吧，我让司主大人通过户部调查一下。什么？假的？户部是不会看错的。用假户牌也能进城吗？真假户牌都是人做的，只要做工精湛，自然可以以假乱真。我问你，最近的少女失踪案查的进展如何？还没有十足的证据，不过属下近日遇到了一名天策府的军人，他的身上或许有天外奇石案的线索，属下暂且把他安排在淼淼那儿，打算日后……没有日后。天外奇石的案子已经过去四年多了，你还嫌我们钦天监不够丢人吗？如今陛下寿诞将至，可是城中却案件频发。你说你不关注如今发生的案件，却总是盯着四年前的案子抓着不放，浪费时间。是，少女失踪案，属下已有些线索。十日之内必有结果。三天，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城中一族，属下已排查完毕，所以下官猜测，那军人能够凭借假户牌进城，那这少女失踪案的凶手，是不是也可以此方法混入城中？如果找到这假户牌的来历，那此案情必大有进展。不过，此事还需大人指点。这种见不得光的东西，又想让他有如此精湛的手艺，那你也只能去趟鬼市碰碰运气了。鬼市？月圆夜，鬼市开，每月的十五日，在帝都的一处秘境当中，都会聚集一些异客与人互市。鬼市之中卖的竟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当然了，这里面也有大量的违禁品。难道这种事情我们钦天监都不管吗？鬼市这个地方鱼龙混杂，这其中又不乏有些朝廷的权贵以此牟利，我钦天监又能如何呀？阿秋，如果你当真要查此案，记住身边跟着你的那些人要绝对信得过。这鬼市啊，原本是连接圣都内外的一条甬道，只因后来护国大阵的建立，将此地彻底遮掩了下来。那每个月十五的亥时和第二天的子时之间，
用黄粱酒燃起归梦灯，刺激护国大阵，才能找到他的方向所在。哎呀，等等，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呢是护国大阵，没有护牌你们是进不去的。来，给你们盖上啊。鬼市只能开启一个时辰，若误了时辰，想要找回回来的路只能等到下个月十五了。那我有了这个印记，岂不也就代表着我可以通过鬼市自由地出入圣都了？哪有那么简单呢？鬼市的存在是钻了护国大阵的空子。鬼市的入口虽然城内城外有很多，但有一条规矩，这个印记只能让你从进去的地方原路返回。哎，别摔了，别摔了，别摔了，来生意了。快，下下下下下。你们三位先聊着，我先撤了。二位有什么需求啊？护牌。护牌的话，恐怕要等到下个月了。为什么？哪来那么多卫士？这张护牌可是你做的。这不合规矩吧？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二位，怕不是官面上的人吧？是又如何？本官乃是天珠司巡天暗查使，尔等是要造反吗？既然知道是朝廷问话，那还不如实招来。哼，大人，您还真别吓唬小的，我还真就不信。您又不是不知道，这鬼市只能从各自来时的入口返回，您带不走我的。时辰一到，鬼市一关，您是贵人事儿多，总不至于陪我在这儿再好一个月吧？哎。动手！这鬼市的规矩，引路人是没跟您说明白。鬼市这个地方鱼龙混杂，这其中又不乏有些朝廷的权贵以此谋利，我钦天监又能如何呀？先不说您动手打了我，您怎么样？我只告诉您，您要是打了我呢，我这下半辈子可就有着落了。所以您随意，啊！别冲动，冷静，这也不说话。大小姐，好汉不吃眼前亏，在人家的地界上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就是认准了我们拿他没办法。好不容易才找到线索，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要我说，怎么可以这样？话已至此，那今天本官就按照鬼市的规矩来。今天本官不和你谈案子，和你谈生意。生意？对，大买卖。什么大买卖？你说他们这些人不敢和本官动手，那你猜猜，他们敢不敢和你动手？想玩是吧？那今天本官就陪你好好玩玩。哦，哦，明白了。多谢相助，先生提供的名单，本官定会妥善利用。告辞。大人留步。那俩叛徒处理掉了？侯爷放心。奴婢已经打发他们回西周去了，看他们胆都被您吓破了，估计以后再也不敢踏入皇城半步了。哼，今天子规轩开阁。你去给童爷下个帖子，就说之前答应给他设宴赔罪的事儿就放今天了。侯爷怎么今天想起请童大人吃饭了？
你懂什么？我这叫未绸缪。哦，果然不只有一张，这个刘三章供出来的这个陆晨，十有八九就是少女失踪案的真凶。佟大人，白公子，帮我用通识镜查个人。是，大人这边请。通识镜，此镜通明达实，以朱砂所书之文影于镜中，便可以与方圆三百里内的铜镜互通讯息。要不我来试试？不用，我能行。让我自己写。你这不是正写着呢吗？你看这字儿，写得多漂亮。放开。好了好了，就最后一笔了。我的大小姐，这你要是也会的话，那我以后在你身边岂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少贫。圣都24方室内所有商户都已登记造册，往来客人买卖住店需先查验户牌，只要将户牌中的信息引入通识镜中，圣都所有市井商户方口匠士便会根据收到的讯息，在第一时间对照记录，将其时间进行上报，最后再将所有的信息返回到通识镜中。313府、242府。所以只要能确定户牌上的讯息，就算户牌是假的，在大理就没有我青天剑找不出来的人。220府、713府、346府、248府、280府、753府、724府。13、14中，14、15中。14号太和方。10中。50中。31中。13中。4中。他在不断移动，而且目的性很强。40中。427中。431中。等等，他的目标是白草湖。糟了，淼淼他们有危险。春风和煦满长山，芍药天麻及牡丹，远志去寻使君子，当归何必找泽兰。咱们可先说好啊，这些活儿都是你自愿干的，等童姐姐回来了，你可不能在童姐姐面前告黑状啊。那是自然，淼淼姑娘是在下的救命恩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若是淼淼姑娘有什么用得着在下的地方，直接吩咐便是。也不知道童姐姐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纠缠我们，下去以后你自己问吧。童姐姐，你们回来了。
淼，淼淼，你没事吧？没事。那还等什么呢？班师回朝。陆锦，他是陆锦。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要杀我？我可是你的同袍兄弟啊！呸！兄弟，你也配？兄弟们，我今日杀不掉这贼子，为你们报仇，是我陆锦对不起你们。不要！这是在他身上发现的东西。陆晨，这就是刘三张口中的另一张护牌。奇怪，这块玉石就连我也是从未见过。天外奇石，这东西我见过，当初我们发现天外奇石的时候，散落在周围的残片就是此物。如此说来，它是天外奇石的残片，那这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看来这事儿得劳烦大祭姐了。飞刀传师，如果是天策府的话，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传讯。看来陆锦真的就只是为了寻仇，与少女失踪案没有关系。不过这张字条又是出自何人之手？这是我的字。难不成这世间真有第二个苏建义？醉龙香的墨，剑歌吟的纸，就这短短六个字，纸墨就值四五十两银子。这第二个苏建义来头不小啊。小奴参见大人，上次山魈一事，我家侯爷自觉多有冒犯，为此我家侯爷今日特地在紫龟轩设宴给童爷赔罪，请诸位赏光。哎，没空没空，你回去告诉他，等童爷忙完了再。我刚好有事要找他帮忙。哎呦，唐突家人，罪过罪过，来，本侯先自罚一杯啊。来，怎么都走了呀？美人，没留下来喝几杯啊？美人，什么意思啊？我家佟大小姐长得对不起侯爷您的眼睛了。哎，佟爷花容月貌，那些庸脂俗粉哪配跟您比？佟姐姐，没想到吧？去鬼市没碰到鬼，来到这儿倒是碰到了两个大色鬼。哎，他怎么也在啊？怎么，你俩惺惺相惜了？哼，他也配？我这是从感情骗子手中拯救无知少女呢。小生今日还有事儿，就先行告辞了。淼淼姑娘，小生改日再去府上拜访。咦，走开走开！我这次来，是想让你帮我个忙。童爷，这话就客气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好，我想让你帮我向工部举荐一个人。哦，那我倒要听听是什么人能让童爷开了尊口。刘三章。刘三章？鬼市？你也知道鬼市？哼，巧了，算起来啊，本侯爷还是这鬼市的庄家呢。用黄粱最近鬼市的主意还是我给他们出的。好啊，原来就是你这家伙坑了我五十两银子。让他先说刘三章的事。这要说起刘三章来，那可是老熟人喽。他手艺精湛，年少成名，但后来啊，因为过于张狂，被仇家抓住了马脚，妻子死于非命。后来啊，只剩下他和一个漂亮女儿相依为命，
从此呢，他也立下规矩，每个房屋三章一开工，开工迟仨月。因为这个规矩，他也改名为刘三章。你说什么？我说，他有一个漂亮女儿啊。你说他立下规矩，三章一开工。对啊，刘三章啊，三章一开工。可恶，被那老东西给耍了。还有第三张护牌，刘三章，出来。美人，这大半夜的，人能去哪儿啊？临死。涂姐姐，这里好黑啊。怎么就突然死在自己家里了？刚死不到半个时辰，嘴里有东西。这是什么？上面好像有个被子。模具的残片。值得此物，磷粉，磷粉。这么看来，这第三张假护牌的主人就是凶手了。可是刘三章已经供出陆家，他还有什么理由包庇凶手？李思林说，刘三章与女儿相依为命，估计是因为他的女儿落到了凶手的手中。我的假护牌陆锦和真陆锦的假护牌陆晨都没有用到被子这个结构。那么这个被子一定在凶手那张假护牌中。带贝的名字，宝贝。小白哥哥，你怎么跟那岩十三似的？岩十三，蝴蝶飞蛾这类昆虫身上都会有这种东西。莫不是巧云变成蝴蝶飞走了？听我一个朋友说呀，说陪这小子喝顿酒，身上能沾二两粉。美在妙在。你可知这次失踪的是谁？好像是兵部刘侍郎之女。小生今日还有事儿，就先行告辞了。我猜他跟凶手脱不开关系，他能杀掉刘三章，想必是有所警觉，想要把所有线索都销毁，让我们无计可施。岩十三，这还不简单吗？看我的！淼淼姑娘，你终于肯见我了。人家亲手做的糕点，你怎么不吃啊？是不是嫌弃人家厨艺差呀？小生岂敢呢？淼淼姑娘心灵手巧，小生仰慕都来不及呢。淼淼姑娘，你这糕点是什么馅儿的？有艾草、迷迭香、薄荷叶啊，可以提神醒脑、驱蚊灭虫。淼淼姑娘，小生今日偶感身体不适，改日再来拜访，告辞。哎，才刚来怎么就走啊？我这夜里蚊虫多，是人家新配的蔷薇露嘛，对飞蛾呀蚊蝇有奇效。让开！淼淼姑娘，小生刚刚有些失态，改日必将登门道歉，告辞。磷粉。
果然是你啊！剑族，远古异种，具有夜视与飞行的能力，无论男女皆容貌相似。然而寿命极短，30岁便会步入衰老，却能够通过其他生命维持青春，是远古时期人类的天敌之一。简族并没有精神操控能力，所以我一时没有怀疑到你。不过现在看来，应该是那些少女被你吸引，然后主动配合被你绑架，所以才会在没有任何呼救的情况下被你掳走。你的这些所谓的异能，就只有在别人对你有感情的情况下才有作用，就如飞蛾扑火。你们不要过来，再过来我就杀了他。放开，放开妙妙姑娘，不然你会后悔的。妙妙，你知道吗？小生最爱的就是你这头秀发，这柔美的秀发一定能织出最美的茧。可惜呀、啊，可惜呀、啊。童姐姐，这家伙好恶心啊！淼淼，他现在还不能死，老实点儿。淼淼姑娘，好，小生就喜欢你这副表情，拿我没有办法，又怕我。你看，我就说你会后悔的吧。你选谁不好，你偏偏选他，你这眼光也不怎么样吧。这是淼淼，是药神孙方药的孙女。不过他在他爷爷那儿学的最多的不是医术，而是毒术。歇一会儿，我不行了，让我歇一会儿。这个岩石散是中毒了吗？怎么还是跑得这么快？小白哥哥，你太慢了，快起来，我们去帮童姐姐。你放心吧，别说这个岩石散中毒了，就算他没中毒，他也绝对不是姓苏那小子的对手。放心吧，我担心的就是那个闷葫芦，你别忘了。岩石三是简族人，童姐姐最怕的就是虫子啦。对啊。嗯。啊，那边，虫子。好可怕！啊，别担心，有我在。阿苏，你好勇敢。秋，你好美。不可以。这是什么？简族的虫蛹，失踪少女应该就在里面，看来岩石三应该就在附近了。他们还没有跟上，等不了了，先救人。没错，就是普通的磷粉，蝴蝶飞蛾这类昆虫身上都会有这种东西，只不过你从小害怕虫子，不知道而已。抱歉，阿秋大人，是在下疏忽了。白大人说过，你害怕虫子，这里就交给在下吧。我没你想的那么脆弱。姑娘，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
刘谦。姑娘家里还有什么人吗？还有家父。你父亲叫什么？家父三章。你是刘三章的女儿？严十三。他俩怎么打起来了？我就说这个姓苏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幻毒，是幻毒的气味。你放心，我一定抓到严十三，给你们一个交代。不要。不要什么？不要杀十三了，求求你们放过他，求你们放过十三了，不要抓他。我看你是谈情说爱谈魔怔了吧？你可知道他昨夜刚刚杀了你爹？什么？他杀了我爹？不可能，一定是你们搞错了，不可能。他说的是真的，严十三是用你爹给的假护牌入城的，为了防止事情败露，便杀人灭口。你爹的尸体被吊在房梁上，那眼睛瞪得老大，舌头伸得老长了，死得老惨。小白，大小姐，他中毒太深，我若不给他下点猛药，就算他救活了，这辈子也是废了。中毒？他也中了幻毒？那什么呢？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如果严十三要是一开始用的就是幻毒的话，那他早就露出马脚了。他中的呀，是情毒。这么美好的爱情却被利用成这样，可恶！你们救人，我去抓严十三。我也去。你留下，把重检里的人都救出来。觉得自己做错了吗？错？我有什么错？你看看我这脸，多么的英俊！他们只是喜欢我的双眼罢了，只需要为此付出区区的生命，就能将这份美丽保留下来。他们应该感觉到骄傲。叫做爱吗？为心爱之人付出一切，这就是爱呀，佟大人。现在你指令我作呕。太太，他人呢？跑了，分头追。是我了吗？不会是十三啊？最爱的十三哥，不是说最喜欢我的眼角了吗？雨涵，那妖怪啊！小心了，雨涵，气死了！帘内情歌，帘外燕。虽爱心生，不见如花面。崖板树敲珠一串，良辰暗落流。
司主大人，属下有要事相报。何事？司主大人，您是否还记得几日前属下曾说遇到了一名天策军将士，他说他们当初已经寻得天外奇石，却不料在押送回来的过程当中遭遇不明的变故，导致没有将奇石运回营地。你到底想说什么？属下想恳请大人集钦天剑之力重启对天外奇石案的调查，属下相信只要我们钦天剑上下齐心，就定能洗刷耻辱，让大祭酒沉冤昭雪。天外奇石，潘秋，你可知还有五日便是陛下的寿辰了？如今这圣都内外有多少奇兽异客都想趁机作乱，钦天剑上下现在忙的是不可开交。你说你不为君分忧也就罢了，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我钦天剑陪着你去查那四年前早已盖棺定论的铁案？这不是胡闹吗？你正是因为陛下寿辰将至之时奇石现世，所以才更应该详查此案。属下担心此案可能涉及更多。你就因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天策军将士的几句胡言乱语啊，就让我钦天剑所有人陪着你去查虚无缥缈的天外奇石？你疯了？你天外奇石并非虚无缥缈，属下若无十足证据也不敢劳烦大人您。这是何物？天外奇石的碎片。够了！天外奇石，天外奇石，你难道觉得我们钦天剑这四年来受的屈辱还不够多吗？自从四年前查了这个天外奇石的案子之后，大祭酒入狱，钦天剑元气大伤，这么多年来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靠着四年的韬光养晦才有了如此今天的气象。怎么，你还想再生事端？那这样岂不是让我们钦天剑这四年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吗？受气了吧？挨骂了吧？我当时为什么要劝你啊？就是因为我早就料到结果会是这样。现在你明白谁对你好了吧？要我说啊，还就是这个于琼，他胆小怕事，就他这气量还当什么天珠司司主啊，还不如让我们佟大小姐当呢。我们佟大小姐那是雄才大略，杀伐果断，一个八门金锁那是横扫天下，哪里是她区区一个于琼能比的呀？其实这事儿你也不能全怪于琼，毕竟四年前钦天剑发生了这种事，这四年他也没少遭人白眼。正所谓江湖越老胆子越小。你的江湖也没见老到哪儿去，怎么胆子也这么小？这不是事情扯到你身上了吗？不然我的胆子可不小。你就吹吧。其实我一直调查天外奇石这个案子，也并不全是为了钦天剑的清誉。我知道，也有苏建义的原因吗？这也只是一部分原因。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发生的太蹊跷了吗？我们苦苦追寻天外奇石四年，都是杳无音讯，结果偏偏却在皇上寿辰之际冒了出来。我隐约觉得这其中有什么阴谋。再想想当初大祭酒的预言，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你的意思是？恐怕陛下有难。你这个丫头竟然有空来看我这个糟老头子了？属下这次来是有事相求。
你这丫头啊，还是那么无趣。你看老夫此时这样，估计也帮不了你什么。您过谦了，属下这次是为了天外奇石而来。哦，天外奇石。只有碎片，不过发现这天外奇石的人血液呈蓝色，并且丢失了四年的时间。如今陛下寿辰将至，奇石现世，我想到您四年前的预言，料想着其中会不会有什么关联。老夫倒是希望当年算错了，不过天降异客，君威主显。不过现在青天剑上上下下都在盯着陛下寿宴的事，于大人更是拒绝调用天珠司的关系来帮我调查此案，属下实在是势单力薄，所以才来找大人您帮忙。春兵虎尾，前路难测呀，已经许久没有人找我帮忙了，如今童姑娘如此信任我，我再帮你一次。你将奇石举起，太玄以奇石现，意象出星图变，穷奇出天关，凶星落东南。童姐姐，童姐姐，你们怎么才来啊？陛下寿辰将至，青天剑中杂事颇多。你以为谁都像你这丫头一样，整天逍遥自在？我哪里逍遥自在了？哎，那个闷葫芦呢？怎么没和你们一起？他不是先回来了吗？你没看到他？是回来了一趟，又背着包裹出去了。问他去哪儿也不答，我还以为去找你们了。糟了，我就说了他两句，他不会负气出走了吧？苏建业，苏建业，真走了。小白哥哥，你把人给气走了，这下你开心了？我怎么知道他这么一个大男人气量这么小啊？就算糕点被我拿走了，他也不应该负气出走啊。再说了，这糕点还是我花钱买的呢。阿秋大人、白大人与淼淼姑娘多日来对在下的关照，在下现在子谢过，再请诸位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想在下自幼从军，征战沙场数载，向来临阵争先，遇敌不退，而此番临阵脱逃却非在下本意，只因发生在在下身上的这些事的确诡谲莫测，凶险异常。白大人言之有理，在下孤身一人，如遭不测，自是有死而已。然阿秋大人与在下非亲非故，在下的确不应因一己私欲牵连阿秋大人。在下此去探明真相，前路莫测，生死难料，以此诀笔，静坐安台。走，即刻启程。又走？去哪里啊？东南，穷奇关。侯爷，您安排的事儿有信儿了。哦，成了。成了，但也没成。看我把你们给惯的，都敢和本侯打假谜来了。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这几日啊，童爷虽然不在，但天牢那边没有上头的默许，就算收了银子，也不敢点头。不过据说于司主过几日会来府上协办陛下寿宴的防卫事宜，到时候只要侯爷您开口，料想那于琼也不便多言。嗯，好吧，算你过关，看赏。谢侯爷。
明天就是试刀大会了，今天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庄主，试刀大会，阁下莫不是认错人了吧？这要是能认错人的话，你让兄弟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你是说你们认识我？装傻是没有用的，我等今日只为宝刀而来，只要你肯交出宝刀，我等可以饶你不死。在下的确姓苏，但却不是什么庄主，更不知道你们所说的宝刀是为何物。不过既然诸位认得在下，那烦请诸位细说。既然苏庄主你这么不给面子，那我等只好得罪了。上！妖孽！久闻铸剑山庄庄主杀伐果决，武艺非凡，这今日一会也不过如此嘛。就是啊，识相就给我交出宝刀，我还可以给你倒痛快的。看到了吧，这就是离家出走的下场。阿秋大人，你们是什么人，敢替他出头？天珠司巡天暗查使童盼秋。懂不懂什么叫侠肝义胆？懂不懂什么叫快意恩仇？大人，我们要是有那骨气，也不至于埋伏在此抢刀了呀。说的也是。显摆完了吗？显摆完了，您接着显摆。你们杀他是为了抢刀？回大人，其实不光是我们，此事在江湖上早就已经传开了。据苏庄主自己所说，他用了4年的时间将一块天外奇石打造成了一把绝世宝刀，近日还广邀武林同道在铸剑山庄召开试刀大会，为宝刀择主啊。什么？天外奇石在铸剑山庄？口中的天外奇石长什么样子？是否大如碧玺，其状如虎？这不是您说的吗？至于天外奇石长什么样子，只有苏庄主您心里清楚啊，小的怎么可能会知道？是啊是啊，我们怎么能知道？小的们怎么可能清楚啊？可在下实在是记不起来了。无妨，既然已经知道天外奇石的下落，那真相就不远了。要什么真相？他那是无事生非，现在倒好，还学会不辞而别了。我告诉你，他要是在天策府当差，你信不信就凭这一点我能要了他的脑袋。四主请息怒。盼秋，盼秋，你说这丫头是不是盼着我们一个个被秋后问斩呢？四主言重了，童大人正是为了咱们青天剑洗刷耻辱吗？洗刷耻辱？大祭酒都办不到的事他能办到，他以为他是谁呀？气死我了。四主，陛下寿宴迫在眉睫，这安乐侯府协助布置寿宴的护卫工作还指望您呢，您看这时间。罢了罢了，我这就去。对了，等童盼秋这丫头回来，给我带句话，她已经被调离天珠司了。那调她去哪儿？哟，四位，您，几位要点什么？一壶清酒，4个馒头，3两牛肉，我们赶时间。哎，好，好，好，您稍坐，稍坐。哎，这就好啊。三日子。这试刀大会已经开了快2天了，咱们现在去还能赶得上吗？
别等咱们到了，连刀鞘都看不到。你就放心吧，你没看见这一路上只有来的人，就没有回去的人吗？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宝刀的主人呢，还没个着落呢。这么说，咱们是以逸待劳，占大便宜了，可不是？几位，你们要的一壶清酒，四个馒头。店家，啊，明明我们先到的，凭什么给他们先上菜？既然你们想喝，就给你们了。哎，哎，别！晚上，算您侠盗识相。我闻一下，先喝。这，给我来，给我留点。啊，就留毒。小丫头骗子，你竟敢下毒！那你可得问问店家了。哎，这毒可不是人家下的。不，跟我没关系。何人？为什么下毒？苏庄主，您听我解释。小的就是一开黑店的，平常就是打劫一些过往客商。这次见到苏庄主，想着能蒙混过关，说不定那把宝刀就能让小的给捷足先登了。小的是一时糊涂，小的猪油蒙了心。苏庄主，您饶了小的吧，小的再也不敢了。看来苏庄主，小的糊涂，果然是这一片的名人啊。哎，是。你平日里作恶多端，打家劫舍，你这可不是一时糊涂吧？啊，没，真不是，苏庄主，饶了小的吧。怎么样，没事吧？淼淼，嗯，解药。那，这么蠢还敢出来混江湖？解药，快，药劲儿不在了。多谢诸位出手相助。谢就免了，不过我需要你们帮我个忙。您说，刀山火海，我们三个在所不辞。那倒不至于，我需要你们帮我把他绑起来，交给衙门。就算值得这瓶解药了。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们了。哎，苏庄主，你帮我说句话呀！你想啊，走。看来这铸剑山庄还真是刀山火海。今天可是咱们苏庄主的大日子。哎，你什么意思？够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窝里斗？就是吵，一点都不让童姐姐省心。奇怪，这试刀大会已经召开两日，怎么连门都没开？或许是因为庄主失踪了，大会也停办了。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门没锁，淼淼，淼淼，你怎么了？好奇怪啊！哪里奇怪？太安静了。就算试刀大会取消了，这个山庄也显得过于安静了，就连虫啊、鸟啊的声音都没有，好像死了一样。熟悉的味道，好像是铁锈。这不是铁锈，是血，是血液的味道。这么大的血味，这得死多少人啊？从那个方向传过来的，很新鲜的血味。看来是内院出事了。大小姐，谛听。好多虫子！虫子？哪里有虫子？在下怎么没听到？大小姐的谛听，连方圆十里内蚂蚁打架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你一个肉体凡胎，你当然听不见了。事关天外奇石，当然谨慎些为好。你要是真的谨慎，就不会被人埋伏，还要我们去帮忙了。还有你，小白哥哥。够了！你们三个怎么回事？进内院。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的铸剑山庄被仇家给屠了？这些死者身上的服饰差别很大，应该不全是铸剑山庄的人。依我看，更多的是来参加试刀大会的武林人士。这谁呀？这么大胆子？
这是把半个武林都给得罪了吧？背上有两处刀伤，腹部有一处枪伤，致命伤在腹部。头骨碎裂，应该是强力的掌击。颈部有一处剑伤，被一剑封喉。这些人的死法千奇百怪，全然不同，几乎不可能是被同一个人所杀。他们是自相残杀而死的。自相残杀？你们看此人，手掌粗壮，张若鹰爪，握如铜锤，一看就是个掌力浑厚的外家拳高手。而他旁边的那具尸体，头顶颅骨破裂，明显是死于重掌之下。这具尸体身上的致命伤是腰处这一处枪伤，而此人用的兵器正是长枪。以他的身高来判断，从此处刺出可正中死者腰部。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自相残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这些江湖人士的眼中，为了一把神兵利器相互厮杀实属平常。之前不就有几个绿林好汉要劫杀咱们苏庄主，嚷嚷着要抢刀吗？这事没有这么简单。这些人虽然为这宝刀杀红了眼，但总有一些贪生怕死想要逃命的吧。但是你们看，这里虽然打得尸横遍野，但外院却格外的风平浪静，甚至连一点打斗的痕迹都没有，这又怎么解释？说明这些人都在拼命向内院厮杀，而即便杀得如此惨烈，也没有一个人后退。你觉得可能吗？不可能。别说是江湖人士了，就连是大黎最精锐的军队也做不到如此程度。还有人那边。身手如此敏捷，于大人不要见怪，本侯不是讨厌于大人，本侯只是不喜欢男人罢了。如果于大人不是美女的话，还是离本侯远点的好。侯爷，你让这两只虫子自相残杀，就真的那么有意思吗？
超有意思啊！你看，就这么一根小小的蛐蛐草，稍微逗弄一下，就能让那些蛐蛐反目成仇，相互撕咬，不死不休，是不是很有趣？侯爷的爱好还真是广泛呢。本侯的爱好一向广，尤其是喜欢一些珍奇异兽，比如山魈。山魈？你说的是盼秋关在狱中的那只吧？以侯爷与他的私交，若是想要，直接跟他说一声便是了。我要能找他要，还和你废什么话？本侯告诉你，这山魈是本侯准备在寿宴上献给皇叔的。你们钦天监，这是在扣押皇家贡品。不想被皇叔怪罪的话，就赶紧把那山魈给我送回来。侯爷，此事怕是本官难以从命了。本官这次来到安乐侯府，是为了配合宫中布置，陛下寿宴时安全护卫的，而并非来做你的家奴的。哼，于大人硬气，本侯最喜欢硬气的人了。放心，本侯定会在皇上面前为大人多美言几句。如果侯爷真心想要，在我这大理王朝还有您得不到的东西吗？怎么停下来？咬啊，继续给我咬啊。淼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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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淼淼，你给我出来。童姐姐，你找我？你到底在做什么？童姐姐不是要抢宝刀吗？人家在帮童姐姐呀。抢什么宝刀？你没看见苏建义他快要死了吗？童姐姐要救他吗？刚刚他可是要杀了童姐姐的。童姐姐为什么要救他？我帮你杀了他好不好？来抢宝刀吧。我也不知道，虽然现在我心里超级害怕，但是我根本抑制不住我想要那把刀的冲动。可是我连那把刀长什么样我都没见过呀，所以我推测我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影响心智了。那你想怎么样？跟我打一场？还是不劳烦你动手了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我不会被影响？虫子，好多虫子！虫子，声音，那虫鸣声果然有问题。把刀都冲向我，宝刀给杀了。大小姐，大小姐，尝尝这个。不是，别冲动，现在你明白谁对你好了吧？没问题，有我童姐姐保护，用不着你操心。
秋，阿秋。怎么了，大小姐？你怎么把他跟我扔一张床上了？不然呢？你们两个大男人，难不成我还把淼淼和你们扔在一起啊？吵死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在这种地方能睡得这么香，小心被人卖。童姐姐才舍不得卖我呢。阿秋大人，天外奇石，在这儿。刀背是刀身的承重所在，为何此刀的刀背却千疮百孔？天外奇石，质地坚硬，就算是留有刀孔，也能够支撑得起它刀身的硬度。这就是一把绝世神兵。不过这柄刀内却大有玄机，这千疮百孔的正是虫卵。虫子。小白，这是咒玄。咒玄。据《异闻录》记载，此物三千年前就降临过一次，其幼虫以其他生物的欲念为食，虫鸣之声细小低沉，人不可闻。然而这种声音却能够诱发其他生物心中的欲念。你傻呀，这可是圣上点名要的东西，上报那不就把功劳白给青天剑那帮人吗？就是，凭什么把性的好事给那帮神棍啊？难怪他们会一直反对，将奇石交给青天剑处理。听见没，带上走啊。啊，你怎么了？抱歉，在下失陪一下。哎，童姐姐，你就让他去吧，毕竟因为这块破石头，他的战友全死了，现在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大小姐，有些事情还是交给我们男人自己处理吧。嗯。you
我们的心智，兄弟们，我苏建业对不起你们。 就算是被周玄影响了心智，也改变不了兄弟们是被我亲手所杀的事实。事到如今，我还有何面目苟活于世？我就在想，要是让你那些死去的同袍们知道，自己侥幸活下来的两个弟兄，一个比一个蠢。 那他们还真是死不瞑目。你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蠢。我的兄弟们都因我而死，你说我无所谓，你不应该说他们。怎么？你还想杀了我不成？童姐姐，你怎么了？小白说有人要杀他，我去看看。哎，童姐姐。 小白哥哥他都说了，有些事儿要交给他们男人自己处理，你总是这样，会伤他自尊的。是这样的吗？嗯。你再说一遍。哎呀！你杀了我！反正死在你手里的兄弟也不少。 不差我这一个。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就是想让你认清你自己。 如果你是那种会杀死自己兄弟的人，那刚才我就已经死了。可是他们真的是被我亲手杀的，被你所杀和死在你手里，这是两回事儿。我问你，你还记得？ 你刚才对我们家大小姐刀剑相向，当然记得，但是你却忘了，你是如何杀掉自己同袍的。所以周玄的幼虫没有令人丧失记忆的能力。看来你还不算太傻，3000年前。 第一批咒玄降临的时候，就已经被远古的先民们给除掉了，所以没有人知道咒玄成虫的功能。你的意思是，当初杀掉兄弟，使用这副身躯，有可能不是我。你说呢？抱歉。 过目不忘的人，我的确知道一个。他是我爹，也是钦天监的大司命，是大理200年来唯一一个三元极地。他能清楚的记得10年前的秋天飘落的每一片枫叶的形状，他比一颗更像怪物。所以呢，大家都觉得。 我应该也是一个天才，但是很可惜啊，我就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普通人而已。但是普通人哪有资格待在天诛司谛听的身边啊？
所以我就只能勤能补拙，试着冒充一下天才。记得替我保密。进来吧。你们快过来。有什么新发现？此物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所谓时间是用来衡量变化的尺度。我解剖了所有的幼虫，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咒旋本身不会产生任何变化。这怎么可能？不发生变化，那它们怎么动啊？任何事物只要发生运动，都会有变化。寄生，既然这咒旋是以欲念为师，那么这次的试刀大会，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引诱江湖人士来此，以魔刀为诱饵，激起众人欲念，然后孵化幼虫的一个局。作为一个毫不知情的人类，你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去布这个局。也就是说，这次降临的咒旋中有一只成虫。没错，自己不会变化就借用别人的变化，自己没有时间就窃取别人的时间。你们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到苏建义的时候，他当时身上的血液就是被改造成了虫类的血液。这世间竟有蓝色的血？很多远古深海动物的血液都是蓝色的，比如后虫。所以杀死兄弟们的不是我，是咒旋的成虫。我被他寄生，而他窃取了我的时间。那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这只成虫去哪儿了？如果以记忆连接作为时间流动的节点，那么咒旋转移应该是我从山魈手中救下苏建义的时候。他好好的人不做，为什么要做山魈呢？但这位壮士我们确实见过。在下初来圣都，刚刚听闻你们口中的这位安乐侯手眼通天，不知他是哪路神仙，竟有这样的面子。其实要说起这安乐侯啊，倒也不是什么秘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大黎的一段佳话。当年老皇帝驾崩，皇位本应是皇太子的，也就是老侯爷的，只因这老安乐侯和当今圣上感情甚是亲厚，再加上老安乐侯觉得当今圣上雄才伟略，心怀天下，就让了这皇位，并自请为侯，安定群臣。而这块相思十里香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对人无效，但对发情期的山魈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所以你的意思是，他是故意将山魈引到身边的？买卖山魈，走私异兽，致人伤亡。你说说你从小到大给我惹过多少麻烦？李思林，哎呦，侯爷，小的这就替侯爷带路。新来的吧？本侯可是隔三差五被童爷请来这儿喝茶，这儿的路本侯可比你熟。去去去！今天啊，就带你俩开开眼界。让你们看看我给皇叔准备的惊喜。这侯爷，这是什么呀？在你们眼里他是个怪物，可是在我眼中他可是个宝贝。童大人，您可算回来了，这次您不辞而别，于大人发了好大的火呀。知道了，我一定会向他亲自请罪，
县司主人呢？于大人协助宫中禁卫主持寿宴安防工作，现在已经带着天珠寺的肃兴卫们去安乐侯府布置了。佟大人，您可不能走啊。为何？于大人走之前下了令，您若是回来就立刻去天监司报道，协助天监司利用通识镜总司圣都防卫工作。天监司已经那么多人了，还要我做什么？属下也不知道司主大人是如何打算的，也许是害怕佟大人在这个节骨眼上给青天监添麻烦吧。谁给谁惹麻烦了？算了，我现在没有功夫管这些，我还有钥匙在身。佟大人，现在还有什么事儿比陛下的寿宴更重要啊？我问你，是陛下的寿宴重要，还是陛下的生死重要？让开。你率天书旗，以于前卫，稳定中军。属下领命。你率玉衡旗，居于阵尾，策应全军。属下领命。你率天权旗，安于巽尾，执掌风向。属下领命。尔等已于四周界势成阵，再由本官亲自随行护驾，这样便可使诸邪不进，以确保陛下的万无一失。是。下去准备吧。邱大人，您这样三番两次的公然抗命，不会有麻烦吧？麻烦？现在还有比骤旋更大的麻烦吗？眼下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把这关过了。到时候于司主他要杀要剐，我悉听尊便。联系不上于大人，咱们就没有办法调动天珠司展开调查呀。我现在担心的是，即便找到于大人，恐怕也为时已晚。此话怎讲？你别看李思林那家伙平时与我们一块嬉笑打闹，可是他在陛下心中的地位却极为特殊。大司命那边的情况如何？联系上了吗？别提了，偏偏这个时候大祭酒被关在牢里不见天日。我爹他不是整日喝酒就是到处云游，现在整个钦天监的高层就少司命一个管事的，人还不在圣都。你们钦天监一直都这样吗？怎么听起来感觉不太靠谱啊？毕竟我们是管理异常的机构。行了，此事事关天下安危，就算诸位大人不在，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既然不能找到于大人帮忙，那我们就只能靠自己了。让开！什么意思啊？诸位在钦天监的大牢里当差，连佟大人是谁都不认识了吗？白公子，不是我们要拦着佟大人的，而是佟大人现在已经戒掉天监司，协助监管通识镜。按例你已不是天珠司的人了，钦天监其他三司可是没有权限勘察天牢的。按照条例，其他三司的人是没有进入天牢的权限，但是本官是巡天按察使，你们该不会不记得了吧？于大人虽然将本官戒掉给天监司，但是他却没有免本官的职。你们似乎忘了何为巡天了。巡天按察使，代天巡牧，皇权特许。臣等恭请，吾皇圣安。没想到阿丘大人的权限如此之大。你以为呢？你还敢掏刀砍他？现在后悔了吧？不过你刚才表现得还不错，我们呢就既往不咎了。佟大人贵为巡天按察使，不会不知道为了防止犯人趁机作乱，天牢重地在重大节日之前都会被阵法封印吧？现在这个阵法是谁在负责？我爹。大司命他现在不应该在云游吗？我爹他虽然不在，但不影响他给我们添麻烦吗？我爹他留的这个结界是会自动打开的，不过你也别着急，
咱们这次来不就是想确定这咒玄在不在这山魈身上吗？只要确定了他在山魈身上，那我们就先把他在这结界里关上三天，等陛下收言一结束，我们再好好料理他不就行了？值守天牢的御城都到齐了，让他们都进来。进来。今天请各位来，主要是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对于钦天监地牢中关押的这些奇兽，按律满什么条件方可出狱？回禀大人，奇兽与异客不同，由于没有智慧，无法沟通，完全凭兽性的本能行动，所以奇兽册是死册。除非是天剑司做研究解剖之用，不然就算是圣上大赦天下，奇兽也不在此列。说得好，既然如此，那你们谁来给我解释一下，这山魈刑满释放是何道理？这小的实在是不知啊。忘了？都装不知道是吧？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们回忆一下，既然大家在钦天监的大牢里当差，想必大家应该都认识这位吧，天剑司的协作医师，药神传人孙淼淼小姐。凡是经过淼淼姑娘照料的异客奇兽，个个温顺无比，乖巧听话，想必对于淼淼姑娘来说，让他们恢复记忆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小白哥哥过奖了，其实人家还是更擅长照料人的啦。想不起来很简单嘛，那只要把脑袋打开，翻翻找找，总能找出点什么吧。言之有理，那就有劳淼淼姑娘了。不过开颅，我还是喜欢这个。从谁开始呢？你还是你，就你吧。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招了，我招了。是他带着侯爷将山魈领走的，还给我命人200两封口费。大人，山魈是侯爷亲自带走的，他拿了路条，下官实在惹不起侯爷，只能听命。哎呦，侯爷，小的这就替侯爷带路。先来的吧，本侯可是隔三差五被童爷请来这儿喝茶，这儿的本侯可比你熟。去，果然是他。按照犯人死亡造册的话，需要有尸体，所以在下只能将山魈从奇兽一侧以及异客一侧，随便按个名头刑满释放。这样的话，既能不得罪侯爷，上面查下来的话也好交代。这官算是让你给当明白了，让你当个御丞还真是屈才了。你是说李司林把山魈带回侯府了？这并没有。为何？这手续都办妥了，可就在侯爷来领山魈的时候，这山魈死了。什么时候死？是侯爷进局之前还是侯爷进局之后？这小的就不知道了，侯爷让小的滚，这我们做下人的谁敢跟着呀？尸体在哪里？这牢里死个异兽也是正常，所以我便随手将他埋了。验尸来不及了。你们可还记得初见苏建义时他的样子？我没打那么狠啊，他怎么看起来像快死了似的？他那时的血是蓝色的，而他的身体因为无法适应那种古怪的血液而变得极度虚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咒玄进入宿主体内，会将宿主身上的血液改造成蓝血，而当这咒玄离开时，宿主会因为适应不良逐渐虚弱。你的意思是山魈的死有可能是在咒玄离体后
山魈无法适应咒玄改造过的血液。从咒玄离体到宿主死亡需要多长时间？人与山魈的体质不可一概而论，但以当时闷葫芦的情况，恐怕不出半日便会因血脉相斥而亡。看来我们还是晚了一步。依我看，这咒玄估计已经在李四林的身上了。你们都下去吧。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看来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闯一下这安乐侯府了。那还等什么？事不宜迟，我们赶紧走啊。淼淼，你先回百草庐。啊，你身为百草庐的人，你本就没有义务跟我们来一起涉险，更何况此去若是能在陛下赶来之前抓到李四林还好，若是抓不到，行刺皇亲，御前惊驾，就算你爷爷来了也保不了你。你阿秋大人不必多言，我神策军的职责本就是保家卫国，更何况咒玄占据我身体四年，夺我师功，杀我同袍，如此深仇大恨岂能不报？于公于私，这安乐侯府我必须得闯。看我干嘛呀？我可是正经钦天监天监司的司书，除魔卫道不被义不容辞。再说了，咱俩小的时候可是拉过钩的，你无论去哪都会带着我，你可不许反悔啊。这是去送死。那我不管。可是小白哥哥，你也没有用啊。孙淼淼，你淼淼姑娘说的对，白大人你不会武功，阿秋大人不让你去也是担心你的安危，更何况侯府内卫也都换成了皇家禁卫，真要是动起手来，我们确实无暇顾及，倒不如你留在这儿策应我们。虽然我不会武功，但是我有面子呀。面子？你们看，如今侯府的护卫构成是由提前入府的宫中高手，再加上徐大人所率领的肃兴卫，但是陛下现在未到侯府，那这宫中高手的数量应该有限，那么最麻烦的反而就是钦天监的肃兴卫，但他们接到的指令应该是保护陛下，现在于大人进宫接驾，只要陛下未到，那凭我大司命之子的身份帮你们把这肃兴卫拖上他一时三刻，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成败就在此一举啊。佟大小姐，既然他们都去，那阿秋姐姐你可不能留下我一个人啊。我要去。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出发吧。哎，等等等等，先等等，大力都要变天了还等什么啊？你不会是害怕了吧？白大人如果后悔了留下来也无妨。一介武夫莽撞。我问你们，就算你们到了侯府，就算抓住了李四林，你们又能如何？一刀把他杀了，这李四林再扎他也是条人命啊。再说了，凭我们这十几年的交情，你忍心对他下手吗？的确我有些下不去手。要不你来。我来什么？我来，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没有到非要为民除害的这一步，更何况我们对这咒玄知之甚少，你就算把李四林给杀了，这咒玄就能陪着袁宿主一起死亡吗？我看不见得吧，万一再让这虫子给跑了，那才叫鸡飞蛋打呢。皇亲你杀了，虫子也跑了，到时候掉的可就不是自己的脑袋了。那白大人有何妙计？我虽然没有什么办法，但你们别忘了，在我们钦天监的大牢中还有我大黎对抗天外异客的最后一张底牌。白公子，白公子。吃了吗？吃了，白公子。天冷，多穿点儿。谢谢白公子。
忙去吧。白大人，他没问题吧？放心吧，以他的身份，现在钦天监能管得了他的都不在，出不了什么大事。时隔三千年再立人世，然而这次降落却与上次大不相同，一只虫卵不知为何孵化了。啊，这可是以往从来没有见过的，就包括异闻录里对咒玄成虫都没有记载。根据我们收集到的信息，成虫具有窃取他人的时间，取代他人存在的能力，也就是计设。此人便是被成虫窃取了四年的时间。在下苏建议见过大祭酒。不过这咒玄已从他身上离去多日，属下推测这咒玄可能已经寄生在安乐侯李斯林的身上。安乐侯既是皇室宗亲，又与属下相交莫逆，属下实在是不忍伤之，可是眼下就是陛下寿辰，若是这咒玄真的已经潜至陛下身边，那属下更是无计可施。这要是多年前老夫调查安乐侯，陛下还会给我三分薄面，我看看他安乐侯到底是人是鬼。可如今老夫身陷囹圄，这鞭长莫及呀。属下不奢求大祭酒亲王，只希望能够指点克制咒玄的方法，让属下不至于枉杀无辜。大道五十，天眼四九，遁去其一，就好比这天下七毒，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唯有相生相克才能相生相成。你上次给我看的那块奇石碎片，我观其神光内敛，气息磅礴，老夫觉得它不似虫族之物啊。不似虫族之物？您的意思是说这块玉石并不是虫巢的一部分？我人族之星是能借天地之势纳万物为己用。多谢大祭酒，那属下先去救人了。且慢，你们替异闻录再添一步，老夫替天下苍生感谢二位。夸张吗？夸张，阁下打算做的事怕是更夸张吧。你都知道了？就凭你的这点小伎俩还想在我的眼皮底下偷天换日？
偷天换日，这个词不太准确，本侯最多就是投机取巧罢了。本来这事儿我也没打算瞒你，可谁能想到那山魈偏偏就撞到你手里了，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这边走，走，妹妹不要害怕，我送你出去。该害怕的是你，大哥哥。你们的任务是护卫陛下，如今陛下未到，我家佟大小姐与安乐侯的私人恩怨，诸位就不要管了。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管的。想抓他，无非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了。全招了，看来你是做好安心上路的准备了。哎，佟爷，我知道我打算拿山魈和皇叔换几个义武机的事情确实荒唐了一些，可我这罪不至死吧？异域武姬，站住！何况这山魈他不是死了吗？这事儿又没办成，我走关系捞山魈是我不对，但你不至于在这个节骨眼闯我侯府呀！今天这日子要是出了事儿，我都保不住你。你在拖时间，是你打上门来的，我拖延什么了？是个人，住手！佟焕秋，你到底要做什么？禀告陛下，四年前的天外奇石案，如今已经水落石出，这异族咒玄，此时此刻就寄生在安乐侯李斯林的身上。咒玄？胡说八道！赶紧放了安乐侯！于大人稍安勿躁，陛下若不信，臣一验便知。侯爷，感觉如何？稍微有点凉，倒还挺舒服。哎，没用，这东西转给我，要多少银子？够了，还不放人！殴打皇亲御前精将，你该当何罪？来人，把他拿下！嫂子，既然没有被附身，赶紧去给我帮忙！误会，误会呀！我这是跟童爷，跟盼秋闹着玩呢。我和盼秋还有小白，都是一起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他们是被我叫来给陛下助兴的，对，给陛下助兴。朕的巡天暗查使，百草庐的药神传人，钦天监大司命的公子，还有这个是原天策府玄武卫穷奇营持戟中郎将苏建义。你这助兴节目的阵容还挺豪华的。多谢皇叔夸奖。算了，朕念你们一片忠心，既然是节目表演完了，那就退下吧。谢陛下开恩。我这胡编乱造的功力也就到这儿了，赶紧接坡下驴啊。臣佟盼秋谢陛下开恩。陛下请。陛下请放心，整个侯府已按大祭酒的阵图布置妥当。且慢，放肆！陛下仁慈不与你计较，不但不懂得感恩，反倒一而再再而三的忤逆犯上。于大人，您在钦天监这么多年，何时换用的左手刀？习武之人会两三手杀招，有什么奇怪的吗？此事事关陛下安危，还请陛下容禀。陛下，
陈月也用性命担保，佟大人所言句句属实。末将也愿以佟卢做担保，民女也愿意为佟姐姐担保。皇叔，你就让他说两句吧。佟盼秋，今日你要是讲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朕就把你们的脑袋全收下。此事还要从四年前天外奇石落入大理说起。天外奇石陨落大理，而奇石内部则藏着一只天外异种咒玄族。天外异种的异种能显化人类的欲念，让人类在欲念中陷入疯狂。金乌宝刀，该杀！而成虫可以通过窃取其他生物的时间来取代其他生物的存在，而你就是这只天外异种中唯一的一只成虫。你血口喷人，你成功附身到第一个接触到的人，而此人正是苏建议。为了不让同袍落到青天剑手中，你杀害了苏建议的同袍兄弟，其中只有陆金侥幸活了下来。为了孵化同族，你用了四年时间创立铸剑山庄。你重朝铸成了这柄绝世神兵，计划引来江湖人士进行争夺，以他们对着神兵的欲望来孵化幼虫。圣上莫怕，这魔刀中的幼虫已被在下全部杀死。为了出行方便，你便找了鬼士刘三章来做假护牌，而你认识的人类本就不多，于是你选择了苏建议记忆中最深刻的同袍陆锦作为你的化名。一个月前，你在城外散播世道大会的消息时，偶然听到西周商人说他正在运送安乐侯献给皇帝的山下。这次的祸主出手阔绰，还能总动城防关系，把这玩意儿弄进城，来头肯定不小吧。安乐侯听过吗？家传丹书铁券，就连每年大理皇帝的寿诞都在这安乐侯府办，你说这来头大不大啊？啊！于是你便准备以山魈为跳板附身李嗣明，再通过李嗣明接近皇上，从而通天换人。好啊，你连本侯都敢算计。我说那天你来布防的时候硬是往我身边凑。侯爷，你让这两只虫子自相残杀，就真的那么有意思吗？你说的这些与本官有何干系？你炼制相思十里香，意图吸引山魈袭击自己，趁机附身山魈。商人制服，最后顺利接近李司令。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那天我碰巧救下苏建议，将你关入牢中。你没有想到的是，李司令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将山魈从天牢中救出来。为了逃出天牢，你便附身到前去拜会大祭酒的于大人身上，想借此机会接近陛下。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天你一直在阻碍我调查苏建议的过去，并想方设法的要除掉苏建议。笑话，苏建议是何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自从我接触天外奇石的案子以来，你就对我的调查一直横加阻拦。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三日之后你还是破不了案，陛下降罪下来，我也保不了你。明明离陛下寿辰尚有十日，你却不断催促我将所有注意力集中于少女失踪案上。你就因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天策军将士的几句胡言乱语啊，就让我青天剑所有人陪着你去查虚无缥缈的天外奇石？在少女失踪案告破之后，你又以陛下寿宴为借口，全然不顾陛下安危，拒绝重启天外奇石一案的调查。天外奇石的碎片请大人过目。够了！天外奇石，天外奇石，难道
觉得我们钦天监这四年来受的屈辱还不够多吗？在我赶回圣都之后，你又将我调离天竺司，令我去协助天监司去守通石境。于大人走之前下了令，你若回来，立刻去天监司报道，协助天监司利用通石境总司圣都防卫工作。起初我以为你就是胆小怕事，怕我们钦天监再次卷入风波，现在看来你明明就是害怕我查出你的身份。盼求你别忘了，鬼市的线索可是我提供给你的。如果我真的是咒卷，哼，那我为什么会告诉你这些？没错，但你那就是为了借刀杀人。鬼市这个地方鱼龙混杂，这其中也不乏有些朝廷的权贵以此牟利。我钦天监又能如何呀？盼求，你若当真要查此案，记住了，身边跟着的那些人。要绝对信得过。你再三强调鬼市的混乱，嘱咐我要带绝对信任的人去。属下明白。就是为了利用我对苏建义身份不明的猜忌，将我从他身边调开。因为四年来陆锦一直在追杀你，所以你想利用陆锦将他除掉，以绝后患。身上，但你毕竟做了整整四年的苏建义，苏建义他也是你附身的第一个人族，你的智慧也是因为他而得来，所以你的身上留下了苏建义深刻的痕迹。无论是借刀杀人时所留下的字迹，这是我的字，还是左手用刀的习惯，都与真正的苏建义如出一辙。说的没错吧？咒玄，陛下，臣冤枉，臣真的冤枉啊！陛下，爱卿，冤与不冤，一试便知。陛下，剧毒七步之内必有解药。于大人，可敢握住我手中的这块玉石？当时幸亏本侯当机立断，不计前嫌，在皇上面前为桐叶求情，桐叶才有机会与于司主当堂对质，将狡猾的咒玄揪出来。这次算你仗义，能抓到咒玄你的确是大功一件。桐姐姐，你可别忘了当时是谁把山魈违规运进城的，而且还把山魈从牢中弄走，害我们扑了个空。就是，还把我们挡在门外，害得我们强闯寿宴。这么看来，要不是因为你这小子，我们也没这么多麻烦。仔细一想，还真是越想越气。所以，本医师建议，有气就要发泄出来。你们，你们要干什么？不要过来啊！你这是？在下是来辞行的，事情已经全部查清楚了，天策府叫在下回去重建穷极营。我送送你吧。这次为兄弟们报仇，还要多谢阿秋大人。还阿秋大人呢？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阿秋，这才对嘛。这是什么？钦天监待遇不错，考虑一下吧，到时候大家一起办案。